有试也有不试，我吃不惯，吃完生气，什么东西、啊？谢谢。美食不骤变，吃货请闭眼啊！吃了眠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个《吃货请闭眼》，我是老白。有小伙伴能知道这是什么肉吗？哇，闻着好香啊！是什么呢？走，咱上桌聊。所以有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肉了吗？咱先尝一口啊，给你描述出来什么味儿，没准有助于提供线索。我要两个味儿的，这是双拼啊，太狗辣的啊！看看这个肉一丝一丝的。哦，特别奇怪的是，这个肉一点肥肉都没有，完全是瘦肉啊！好辣，好香啊！完全是瘦肉，纤维很明显，但是不塞牙。它这个肉的肉丝里面，所有肉的纤维里面浸透了这种红油的香味，还有烤制的味道，同时有芝麻、辣椒，还有调料味的香味。它里边的那个香味和汁水慢慢渗出来以后，充满你的口腔，你必须分泌大量的唾液，然后才能平复它。这个东西呢，看起来这么辣，一定是四川当地比较爱吃的。啊，有人猜到了吧？还猜不到？我还要了个整的，您上演。哦，我明白，得全鱼全影是吧？有，看见这个很明显了吧？这个是脑袋。来个回头状，啊，还不行，还有两个关键部位得稍微放上一点啊，这关键部位辣椒有点多啊，哎，这回总能猜到了吧？好多小朋友已经猜到了啊，对，我们今天是兔子啊，这个是手撕兔，这是撕碎了的，然后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一点，我还要了一个整个的。看着一桌全是兔子，因为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啊，叫王妈什么手撕兔，据说是起源于成都，然后当年老板创业的时候，这个王妈呀，然后特别不容易，然后发明了手撕兔，味道非常好，哪些走推销，怎么走夜场，然后慢慢这个东西就在那火了，哇，好辣，哇，哇，还用的料很正啊，这个味儿。真有点很四川的感觉，哇，真的好辣，哇，赶紧接下来，来，赶紧干一杯，干杯。哎，对了，好像问这个酒啊，其实咱一直带这个酒，然后也没说过啊，四友酒，纯粮酿造啊，咱们自个儿的亲生的酒，入口绵啊，进去干裂，浓香型。大家都知道老白喝白酒比较怂啊，现在基本去很多地儿，如果是场合不适合喝啤酒的话，我一般就带这么个酒当口粮酒，再好不过了。推荐一下四友酒。嗯，好像吃了辣的东西，白酒姐不太好啊，我是不是犯傻了，同志们？请把缺心眼打在公屏上。哇，就有点缺心眼。干碟儿拌的兔腰子，说实话，我本人对干碟儿是有心理阴影的啊。过去的小朋友可以翻我们的旧视频，我们去吃那个石灰市里串串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在重庆这个地方被辣哭。哎，并没什么感觉。点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成都人，就给他一个兔脑壳，我拿过来，二话不说啊，很熟练的啃一下。那大概率是四川的，是吧？来，咱们稍微啃一下。哇，上面好多花椒啊！我会担心这个东西很麻吧？啊，有人说啊，老白你太不讲究，怎么不戴手套？我一个四川朋友跟我说，吃兔头不能戴手套，因为嘬手指头也是吃兔头仪式感的一部分。来啊，我理解啊，这么先裂开啊，肉就都出来了啊。嗯。肉还是挺多的啊，很多四川朋友对吃兔头的流程得心应手，但是我一个门外汉就不是那么了解了，这基本上都是从我的四川朋友那儿学到的，然后他们告诉我这么吃能吃到最多的肉啊，这还有舌头。嗯，
享受，来喝一口。哇，过瘾！我觉得啊，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。不知道老板是不是四川人？然后老板在哪呢？看我半天了，但不知道是敌是友，形象特别的出类拔萃。我过去搭个搭个，咱看看能不能跟老板聊两句。免贵姓滕，滕王阁的滕，北京生，北京长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四川工作，现在基本上我两天不吃辣的，我就有点觉得别扭，更是离不开这辣椒。当年学这烤兔呢，还不是一帆风顺，有点小挫折。因为当年我去找他学习，可能我这个形象对人家可能感觉不舒服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不，当年可能跟现在还有点区别，年轻一点。后来他说算了，别学了，不教我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教我，明天我就给你倒了。人家老板一拍桌子，吓我一跳。我不是吓大的，哎，这个。来晚上人给我打电话，就说他自己在北京当年开了个店，开了半年就败了。就是说你花这钱，你也干不成。我还不如现在把你给打了。那也是好意，也是好意呗。他是好意，哎，确实是，人家说的是。我从干这个烤兔赔了差不多五年嘛。哦，是吗？啊，也赔了五年。那你还坚持了五年？也就稀里糊涂被迫坚持。哎，故事听着还挺，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。这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。坐。您随意，您随意，您随意啊。不客气，都是兄弟，都是兄弟。老板给我们夹了好多干货，哎，咱们是不是该要点干货是吧？所以。他这的一个招牌叫王妈拌面，同志们，他这个料在底下，看着特平和的一碗面啊，底下色在底下呢，哇，越拌有感觉啊，哇，啊，老张他们不让我吃，今天来的晚，走你，偏听各位啊，嗯。好精神的一碗面。首先我个人觉得啊，它是凉面，还过过水，甚至混过油，里面有辣有麻，配合肉末的口感，它跟小面不一样，应该不是小面的那种口感，筋道谈不上，但调味调得特别的巧啊，每一口下去之后，你舌尖基本就被那个花椒麻到了，然后辣味紧随而来，占领舌头的两侧，结果你分泌大量的口水，拌着面条嚼到嘴里边，出奇的香，哇，这个面不错，不愧人家招牌的面啊，这个好吃。嗯，啊，那么这顿王妈手撕烤兔我们就吃完了啊，一共是花了227啊，您瞅一眼，兔子不错。可以吃，尤其这个面尤其好吃，可以大家来尝一尝。那么基本今天就是这样，好吧，就说到这儿。世界很复杂，但至少在吃手撕烤兔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谎。蒜茶花生酸梅汤嘞。